来来来，你是五六这个，现在在讲那个，你这个是什么？你看学什么？没有什么东西啊，咖啡读过学，但是他连牙灰都又拿来讲下去，他就是有演讲。英语演讲，英语是我们的那个啥，那个死穴。他刚刚训练不行，接受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那个，我忘了那个，他们老是听你讲，讲的那个。我跟你们听的好。还是专家好。懂的人就是好。对。上次我看到那叫小孩子，这个是。给你们还是好，你们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你如果从饭店路左转，他在往右边，我到四个站，对，对，他在左转，在那个什么转运站的正对面，我没订单，过马路以后，你往左边走，就会看到我那上面有一个照片。你现在都在哪？我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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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上半场跟下半场。好，你先做，你先做，等一下再来换你。没有，算我差不多了。等一下来聊天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只有你有经验，等一下帮那个小线线上怎么样准备起来？你好像分错人呢。我什么都没有看，我就是我女儿问我说你什么他时间给我，我说好，那你PO出来看你要几桌，对，那我就是找啊找啊找啊，后来我现在这边要不停的半年，我再给你，你要半年的，半年前，你要半年前，你要半年了，他半年了，应该要半年前，像这种，一个礼拜，一年前，对，一年了，一年前，真的，真的，本来之前他们有多没有几家，对，有几家，一年哦，后来看一看大家状态。对，有要来啊，没错，我就是一年前，应该不会，因为至少是去年的11月，对方的父母说要吃饭，那我们就心里有数，就说对不对？那一顿吃饭就是大家见个面，然后就他就会谈这个事情，怎么样子？我们把门市交给自动化，没有意见啊，对不对？压力怪大的呀。就去年的11月，然后对方父母约说要跟我们家吃饭见个面嘛，那我们心里就有数了。然后他们吃完，酒过几天以后，切入重点，那我们讲，是不是要看个机子啊？给他们聊聊。OK 啊，你要拿翘一下。我女儿还小，对啊，不想翘。拿翘，我真的好累。对，我们也要加上啊，这样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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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是他也同意了，他就是事情都已经就是都提好了嘛，对方已经提这个事情了，那你觉得说 OK， 那他们就不可以嘛？对呀，没错，你见了面以后，哎，又不结，直接感情失败。对，最主要是女孩子，年轻人不是女孩子，年轻人讲好，他回来跟父母讲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对，就是定案。那其他的就是父母，你要去昭告你的亲朋好友，然后到最后说好，那我们见个面认识一下。哎，阿丽娜，阿洛是生米煮成熟，快点，你们速度。你们在自找麻烦，拿块块砂石的脚，对不对？给我画一个动的牛奶，用眉毛是吧？有看过，不熟啊，我都是1000多日的电话，那些没什么好打的。那我是看，其实他之前在父母见面之前，他已经有来过这里了。对，交往的时候就有来往。对，不像以前我们嫌弃我。我买没有，以前是想象。以前我们在老一辈时代就是不能看，到现在代替了。妈妈有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这一代就已经没人了。以前的话就几乎没人讲的这样，清朝没有见过面。好来哇。没见过面呢，真的，以前他们真的没见过面。我在家晚上因为带去人家，差不多也没有关心的。对，他会带回来。那因为他
会不会来，然后哎、欸、有吃过饭啊，有时候会在外面啊因为吃饭干嘛的，有啊，超级吃饭啊，那个男的就看起来就老保持乖乖的啊，然后我就没意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开婚姻机的更会歹，对吧？你还看开婚姻机做啥？真的啊？哦，啊，不然讲学钢琴的。哦哦。他现在怕他的女婿会有他的坏处。对。对。哦。走来走来，始终如一。你看他真的台湾没有真的。台湾始终如一，台湾你还跟我换了一个没看过的，那就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原来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人，说，Toronto有一个人叫冰的女儿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到哪都有了，全世界，走遍全世界，不能说没那么好，没那么好，没那么好。你英文厉害，他厉害，我厉害。你是因为跟别人 speaking。要说你，这是套装的，套装的。今天你百遍就很厉害啊！罐头英文。接下来呢，有一些状况你要讲吗？叫我先讲讲。对啊，以前我老师有教过，买卖豆点 to live in Taiwan， 就是我的太太她现在住在台湾，可是如果买卖没有豆点的话，买卖可以体验台湾，那就是台湾的太太，媳妇就谈过。就是那个豆饼，告诉我们始终如一。你就是豆饼，去台湾吃饭，我难得做东。哦，你三人呢？今麦你回去，你问伊拿，会使我就会使啊。就吃啊，吃一吃以后。好啦好啦。对啊，难得呢。中午饭真的很好吃哎！对呀，还没消化，这个茶都没有。哇塞，我都不算下午不太会酒。我看你一直说，对啊，因为看你一进茶社，哎，你脸红，你很高兴。没有没有，那是我没有，我脸本来就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开心。多久出勤一次？不一定，最近这一两年比较，前几年比较忙。这两年比较轻，没有像以前，对，现在飞的没那么快。罢工那是女孩子罢工，我们就赚到休假，他们罢我们。罢工我们就可以飞啊。没有啦，现在这个景气啊，各方面都没那么好，两岸关系也不好。后来很多以前大飞机变小飞机，小飞机会变民飞机。对啊，它就是分三线，现在它很重要。不然的话，欧美、东南亚、东南亚，我以为你都是有飞。No， 东南亚，因为那个飞机很贵，它晚上都非常慢，那回到台湾都是早上，那早上又要等到晚上再飞，它那个是够大，所以就要打一下，好像龙套，好个龙套。人要休息，飞机不用。飞机也不用休息。他只有时间，比如说100小时要做定期的什么检查，他只有做这些检查，其他他不用，因为他太贵。运转几百个小时这样子。我说他要100小时就要做什么？跟汽车一样。然后我们有 A B C D 线，你多少小时？确什么的问题，什么都没有。对。引擎把它关掉3分钟就冷掉了。快啊！对啊。啊，那个就等了、啊，是啊，飞机不用，几乎不用休息，它只有定期时间到要做正常的检查，或者是其他的问题，它可能要换零件来干嘛，那个要做固定的检查，要不然的话人要休息，人不能24小时、8小时这边，人受不了啊，对，人要下来，那组员就在上啊，那个飞机就是在天上，几排几排耶嘞。光利息一天几百万，不能让它停下来，就跟那个锅炉一样啊。对啊，那对啊，都是利息啊，因为那是租赁的。中间的时间就跑白了，对啊，晚上再挂羊啊，欧美啊，就这样子跑。对，就是看它调度的好。对，它就一直调，一直调。那你比较关心那个飞机，不太关心。那现在飞机是这样。
每次我都滑行滑到我们公司的第几名，开始算飞机，一二三四，对了吧？2008年那金融风暴，跌得满满，然后我就抓了蛋了，你就知道完蛋了，我不稀罕了。他这个飞就没有钱啊？当然啦、啊。我们不飞是有保障系数，有基本的保障系数给你，就变成额外的。你当然飞越多，你超过以后就加班费了。我们老头子都要钱了、啊，现在年轻人不要，他不要加班了，他要休假，他休假一个一剩。他你说加班费很好赚的，给你赚，他不玩，他们要休假。我们老头子呢，半夜两哦。马上去，对，很贵啊，对啊，那就便宜了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调啊，无所谓啊。现在呢，要调时差，我就吃那个高血压的药，助眠的药，真的不是安眠药。但是你飞行的时候你不能吃哦，就是下来到地上，我们有时差，要睡一个小时睡不着，吃半颗，就很好睡。但是那个在高速买，那个是架上啊，不用厨房钱，那个是很淡的。你吃还有，或者是你吃那个什么褪黑激素，有些人褪黑激素对也有效。我去欧洲旅行，哎呀，吃什么东西？因为对，为什么老人家年纪越大，他睡眠越少？因为你的身体分泌的褪黑激素在下降。所以你睡一宿3个小时就行，不太想睡觉。年轻人躺着睡20小时才能睡，对，因为你的褪黑激素分泌在原来内分泌的一种，你可以去补充那个。哦，褪黑激素，哎，再去拿药房。Costco 那不说 Costco 药房有啊，但是有时候药房不买。对 ，Costco 啊，美国的。什么牌子？随便牌子都一样，它成分一样。它上面写什么？叫 Mate Tony。它叫什么？对 ，Mate Tony。对，它就是抛在群组，你要抛在群组，抛在群组，对，大家都有听啊。对，或者是在 Costco， 在美国有，台湾没有，叫 Sleep A， 睡觉的 AID， 帮助睡。那个不要说，我现在是吃那个。哦，对啊，我吃半个。有时候去玩回来好痛。不要去玩嘛，省钱。那这个时候那么帅。为了你的那个业绩着想啊，你要去玩的话，你怎么开飞机啊？我们就休息啊。你是要给他抄袭？你一直吼生意爱的，一直飞的飞飞飞。对啊，这两年我是真的办的。对啊，对啊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半退休。以前就拼命的飞啊。我到了，救治薪资，以前救治你要。你是跟毛毛打的？没，不一样啊，这是劳基法。劳基法他要以前就是退休两个嘛，一个是年满25年同一个公司，对，不管几岁，你10岁，一样，跟劳基法一样嘛，不是看人家那个白人都好老了啊，这种还是谢谢，他第一个要年满。